睇唔睇霸道？我哋係 take drive。你們要改動節目名啊？要玩日本貨就要看這個video。 我們來到這個 Super Autobahn， 究竟我們行幾多間呢啲 Autobahn？ 有米啊，買也買到成啊！哇，這輛帥，這輛真的帥，這輛是最新款改出來的 Damp。哇，你看這個車頭 ，Jimny 改出來啊，就是有特地有一個改裝工廠，只是做給吉姆尼不了，其他車款有嗎？智商税啊，兄弟，全都是智商税。如果你們要改裝一輛 Jimny 啦，你們要怎樣改啦？可以參考一下 ，Pure 你們可以去到他們的網站看一下。所以今天。 七月的第一个礼拜，我特地飞来 Tokyo 这边看 RWB 的 HQ， 这边看 RWB， 那我们的这个 Vegas Drive 的这个，到此一游。一班车的时间，十一分钟。Good morning, Vegas Drive， 也是第五天 ，parking 在路途5分钟的外面了，所以现在要去拿车。过后，今天我们会去逛一些吉姆尼的改装店，有点水肿，所以等下我要去买那个 lemon 饮料。现在是9点，早上的日本。 我们就是parking在这个停车场啊，我车在这里，parking了下去，这个东西会上来。但是如果你的车太低，我不懂这个东西会刮到你啊。日本这样多那种低趴的车，啊，等会你这种3000日啊，我们把一个晚上啊，3100日，3100日就是差不多100块样子。所以这边你搭车是贵啊，可是parking跟打油也是很贵这样，不便宜哦。 OK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。我们的房间就这样子，你看，就算车要过啊，刚刚好一辆车吧，刚刚好一辆车的过，就是one way吧，有多一辆车过来就过不了了。然后你看我们的parking哦，就是这样小，就是3楼这样子。然后你看parking位置不是很大吗？这边没有给你们看到这个 toilet， 就这样子吧。小小间，洗衣机。 赞啊，走神，走神，那有神，去过来。你们要改装吉姆尼啊，要玩吉姆尼改装，要玩日本货，就要看这个 video。 看了这个 video 过后，如果你中毒的话，应该会花不少钱。现在我们带你去看这个路程，有一个半钟，有点远。这个是法门系列的一个腰子，不懂为什么这边啊，新宿姑啦，我们住这一区哦，很多韩国产，弄到我们哦来到日本，很像去到韩国那样子。我们就很要找日本餐吃，找不到，全部都是韩国产，韩国烤肉啊，韩国这种韩国餐厅啊，很多嘞，弄到这个地方整个韩国村这样。这些就是现在去做工的日本人，日本人是10点开工的，10点开工的。 日本还有一个很难找的东西，就是垃圾桶。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垃圾桶，所以它的街上都很干净啊，真的是很干净，而且车都不可以乱乱摆哦。看人家的 shopping mall， amazing！ 只是他们上班哦，不用穿到很 formal 那样，全部只是穿 T 恤、这个牛仔裤样子吧。就是新宿是整个 Tokyo 的 city center， 就是整个 Tokyo 的中间啊，就是新宿这一个地方。 所以应该是比较 happening 的啦。我们第一天住那个地方就没有这样 happening 了。我们来到这个 Super Autobahn， 究竟我们行几多间呢啲 Autobahn？ 有米啊，买嘢买到成啊，咁多嘢买都得嘅。我嘅 agreement 有冇？我哋八料啲嘛。以前嗰只。唔系，咩人用咧？喂，呢个好似好型我嘅。因为淘宝都有啦。喺呢度60铺啊。今年有新铺噶嘛？淘宝货。 有你睇Jimmy嘅嘢啊，其实是每一间都有东西买咯。我们收十分啊，浪费车油。我们做一个documentary。OK。那个要找那个什么名字什么名字什么？我跟你一起这样久了，你都不记得我名字。这样久，我老诶，总认真啊。咁你开始嘅时候有嘅。 你点解冇？而家你烂咗啦！你帮我介绍下。我睇下睇唔睇霸道？我哋系 take drive。你啊，咪哥。其实每一间都是大同小异啊，都是有这些东西。日本 brand 的这个 Golden Miller， 日本才有。这是 Autobahn 其中一个牌子啊，点啊？有咩买啊？都系嗰两督皮。 你咁好 Q 啊，系好似我咁，好似你咁咩？好，系咁粗咁短，边只靓？你唔睇啊？我砌唔烂啊，我嘅冇位啊。你呢个得喎，呢个靓，日本好，日本劲。头先你咪咁讲嘅？系。
我系咁讲，咪到攰啦，我想行下街睇下真日本。咩真日本？另一度洗钱啦、啊。跑都有嚟走嘅 catalog。我最中意收 catalog。Costco。Costco 没有那个给 Jimmy 哇，连 camping 的 subwoofer 都做埋出嚟，卖唔卖啊？你 cam 唔 cam 啊 ？cam 买啊 ，cam cam 地噶我买啊，买食噶买食噶，最中意买食噶。有咩买我？车你车，粉红，得意啊嘛？我都唔得意，我系靓仔，清上系挂四边嘅，呢条系一二三四五六，咁都未谂到喎，真系。我喜欢看你买东西，不留手。我很喜欢看到买东西。那个有汤的吗？老板。不留手。这个是白银的，这个好很多。玛卡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吉姆尼。先给你解释啊，所有。哟，日本？我来马来西亚。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看完了这个 Super Autobot， 应该以后也不会再来了，看得很险，真的，看来看去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。我们来试一下日本的 McDonald， 日本的 McDonald 不懂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。哇 ，Spicy Chicken Nugget 有这个虾 Fillet All， 都是我的，气死我！我要 try 这个，这个虾的，哇，的水有用，绿茶，椰子绿茶，嗯 ，McDonald 喝绿茶，这个特别，那个很猛 ，OK 啊，绿茶我们 try 一下。Okay. 我们要吃完全世界的麦当娜，看一下全世界的麦当娜有什么不一样味道。Okay, 我们来试看这个日本的麦当娜的茶，哇，很有茶的味道。日本麦当娜薯条真的是有不一样的味道啊，因为日本的本来都不一样，我给你一点，它的一个鸡排这种东西啊 ，shaka shaka chicken， shake shake， 这 shake chicken。嗯，这个好吃。如果你们来美容院买这个 shake shake chicken 呢，是好吃的，可以的。有诚意啊，这个包。这个虾的 burger， 虾 burger， 虾 burger， 哈哈哈哈哈哈。Not bad。买开玩笑才好吃。这是好吃的 burger。嗯。这每次可以做吗？这个虾的，真的是有虾，你们看啊。给镜头看一下，要哪个？看一个就好。我要那个饼没最好吃，随便进个地方八斤啊，500 yen 啊，500 yen 就是我们差不多麻币的15块，15块钱啊，八斤一次，你们讲贵不贵啊？在日本八斤就是这样贵，所以你们在马来西亚几幸福啊？现在我们出发去下一站，让他们去美国吃东西先，我们就自己驾车过去。这些地方哦不算是城市啦，这算是新村吧，新村那地方都这样干净啊，新村跟我们马来西亚那些新村比啊，真是我们那些真的是干崩哎，你看人家的新村极干净极爽，看到极整齐，这边的屋子就比较大一点，大很多，算是我们那种排屋这样大啦，邦格洛这样，因为它比较 outskirt 一点，比较 outskirt 就可能没有这样贵，每一个 building 哦都不一样 shape， 不一样那个 layout 咯，底上也完全不一样。每一条街道啊，随随便便一条街道啊，都很像可以拍得出那种很美的照片这样子。如果有玩 Jimmy 的，你们一定要认识这一间改装店，它叫 Dam E A M D Dam， 说 Dam 有改装很多款 Jimmy 啦。现在我们来到东京的 Tokyo 的这个 Dam， 看一下 Dam 有什么。改装出来的车，日本有很多 K car 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其中一款 K car， 这两是什么 model？ 我现在分不出 Suzuki 的。Dam 的改装就是这样子哦，看它的这种 kit， 所以这个 Dam 呢，它是一个 body kit 店啊，它是改装车的，改装这种什么车，这种吉普车还是小车 van 车啊，什么车都有啊。那个是带他住的 K car。是啊，应该是大家住了。它的 style 是这样子，比较复古一点。那个是斐腾 Donny 的 Classic G， 这款是老奔驰，老的 G Class， 就是 Classic 的 G Class、啊。你们看他们日本人的 detail 就是不一样，他们连这个 Bash 啊都要弄到好像有一点生锈这样，像旧旧这样。这一辆是一个 Jimmy 啊，是一个 Jimmy。这一款车你们应该不陌生吧？好像小 G 这样子，是不是？这个应该是一个 High S 啊，都要带 High S。你看他们连 High S 都有做改装。如果在马来西亚你们要改一辆 High S 的话，可以怎样改嘞？改成 Defender 的头，然后你们看他们里面的内饰也是有一点改装啊，比较复古一点，马力布啊，这也叫，这也是 K 卡仔。
这里有一些 ready-made 的 product， 也是 them 改出来的。So them 改装它是比较复古一点，因为他们要做到很像很复古样子嘛。这是喷漆来的，所以你看他们的车身啊，也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感觉出来，很复古的感觉，就不是那种做到很像很新车样子。看他们这些位置啊，他们讲究的就是精细细节啊，他们也是有做到很好。日本的改装店就是不一样，不过除了 Jimny， 他们还有改那种 K 卡，这种 K 卡我看到有点特别的是。他们可以切掉后面这边，切掉后面这边就整个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了。看他们的椅子，还有几辆 show car 这边，他们 display 的车就是也是一辆大 G 款，所以这是 them 的 little G kit。可以看得出日本人的改装车的这个态度啊，真的是有一点不一样，很精细。起码这种大公司啊，大公司改装出来是不一样。像这种 K car 啊，他们也是改到很精细了。Damn design， 看这些 badge 啊，全部做得很好了。这个颜色经典，我发现日本有很多这个颜色，这个米色，很多这种米色，这种很经典 classic 的颜色。他们很喜欢这种颜色，而且他们改装哦，他们是从里面到外面全部一起改的。基本上他们就是会帮你改外观、轮，然后连他的内饰也是会给你一些 option 去选。哇，这辆帅，这辆真的帅！我看到真车的真的是太激动了。这辆是最新款改出来的 ，Damn！ 哇，你看这个车头 Jimny 改出来啊，你们看得出这个是一款 Jimny 吗？哇，这个我真的是有点心动哎，尤其是那个，虽然有一些人接受不到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很特别，真的是很帅，尤其是 OG Racing 的 rim， 然后里面它放 semi bucket seat 下去也是包了这个。打烂之后，呢个系 Renault 5 GT。就你们喜欢哪一辆？这里有老 G 啊，这个 Low G， 这个叫 Low G， 这个款很美哦。你看它的那个窗口，整个黑色样子，然后有那个 spoiler。我们在照片看的时候、哦、不是这样理想，可是现在在眼前看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是大吃一惊。这个是圆灯，这个是四方灯，不一样啦。整辆 Jimny 的那个样子全部改掉了，没有 Jimny 的样子了。说你们喜欢哪一辆？我们这个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来参观一下这个工厂啊 ，Damn！ 因为我们平时改装 Jimny， 我们时常听到这个牌子，但是没有真正来过这边工厂参观，就难得有机会来东京就来看一下，所以真的是大开眼界。我们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工厂，我们来到了这个 Uphill， 在马来西亚又开吉姆尼。来到这边要找吉姆尼看，这里是专改吉姆尼的，你看有很多辆吉姆尼。那我们先进去看一下那个 cafe 的吉姆尼 cafe。我要吹，我买这个 Uphill Rim， 你们选哪一个？吉姆尼的牛蛋哦 ，Uphill 自己他自己品牌的牛蛋都可以做出来。还有 suspension， Uphill 的 suspension。它的中网，遥控车就是有特地有一个改装工厂，只是做给吉姆尼不了。其他车款有吗？没有，很少啦，很少。但是吉姆尼是其中一个、啊。同车行嘅 balancing 有关系。呢同唔系呢旧机？你睇 YouTube。呢旧机嘢同 balancing 有问题，有呢个援交嚟嘅，大佬。系，你睇 YouTube。呢个系咪智商税嘢 ？Nadi 玩 four by four 一定要个 Nadi 喺手嘅。而且我有两。你而家唔买，几时买啊？而家唔买，听日买。求我 Emily。求我，你要是买大的。买我老爷，你要买多少个贝？你这个 trip 你买了多少个贝？你知道吗？你买了三个 Helinox 哎、欸。那个不算的，那个不算的。那个不算贝。我讲两个不算的。啊、okay ，不一样的。不一样的，你觉得？那你有一间改装店可以做到这样精致，你看什么东西都有，全部都是 Jimny 的牌。这个放去 Jimny 是什么样子 ？Full bucket。呢、这个唔系中国做嘅咩？唔系中国嘅，点都薄薄薄噶嘛。因为真材实料，真材实料嘅原装噶啦。连这个开门嘅都可以换，专给 Jimny 的做，对吗？智商税啊，兄弟，全都是智商税。你有冇中税啊？中到完啦，没有智商啊。你阿彪粉定 Damn 粉啊？我阿彪住 Damn 你以前都系阿彪嚟噶？我都阿彪嚟咯。俾你搞晒咯，咁样。依家你车上仲有冇阿彪嘅嘢？有，梗系有啦，边个车冇阿彪嘅嘢？哇，冇冇。那这里是 Uphill 的车款哦，我们走来外面看，这里有几款 Uphill 的改装好了的车，这些 grill 啊，这些 front grill 啊，这些 bumper 中网啊 ，bumper 啊，全部都是这里改出来的。OK， 不一样的车头啊，你看，不一样的中网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，不一样的中网，不一样的 rim 啊 ，rim 每一个都不一样哦。
这个也是有加了 bumper， 加了 skirt， 然后加了换了这个中网啊 bumper 啊 rim 啊全部换了。Jimny 不是一辆普通车啊， Jimny 真的是一辆很好玩的车，认识到一些很癫的朋友啦，不是很正常的朋友。你看我就是因为认识了这些不是很正常的朋友才来到了本看这车。所以除了他们改装车以外，他们也是有卖，所以他们也是有改好了给你买的。看这个chrome 的 rims， 然后有一些贴纸啊这样子。这个是最新的中网 front view， 现在是一个帅吗？这个他没有卖哦。如果你们要改装一辆 Jimny 啦，你们要怎样改啦，可以参考一下阿飘，你们可以去到他们的网站看一下，什么 style 都有啊。你看这种绿色跟白色车顶的不一样的 style， 这个色就比较复古一点。这里有两个颜色，你们觉得哪一个漂亮一点？这个是巧克力色，这个是很像 mustard 一样。我给他我的 sticker。Yeah, this one for you. Thank you. Do you have a piece? I don't have. One. Yeah, please. 我们 sticker 嘛，来喽。This one do one. I think this one. This one is better. This one, a pure. This one do one. 来骗人家东西呢。这样的 sticker 哎 ，OK， 到了，我们为国争光啊 ！OK， 下一站去 Jimny Museum 看 Jimny， 啊，这边有一个很帅的 Jimny， off road style 了 ，ARB 全部 off road style 了，这个帅。现在来到 Jimny 的 Museum，Jimny Museum 啊，可是很不幸的是，它没有开。说我们在外面看一下就好。这是第二代的 Jimny， 最新的 Jimny 哦，真的是没有开啊，进不到去。不过有一副墙是有很多 Jimny 在那边。今天我们来看 Jimny 改装店啊，看 Jimny 的 accessory 店。今天也是一个 Jimny 的一天啊，我们驾着 Jimny 去找这种 Jimny 的店，去找这种 accessory 店、改装店，全部都是 Jimny。看他们的小学啊，戴那个帽子像那个小丸子样子，你走了吗？走错路了，我们走错路了，走到现在这些甘蹦路啊，也好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不一样的风景嘛，不是时常可以看到的外国这样的场景，这样的地方，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。改次如果我退休了啊，我要每个城市去住一个礼拜，这样住一个礼拜才体验到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嘛。我们来到一个神社，他们这边不是叫神庙，他们这边叫神社。我们来拜神，东京拜神。这是我们小红书找，小红书找到，每个国家都要去他的那个庙那边求一下先。这个水是做什么的？这是洗手还是什么？啊，洗头。哦，清凉，可以喝了吧？有水壶水的味道。没有提出嘛，这个庙叫日之神社。我们是来买一些手信 souvenir， 它有不一样的东西，有不一样的意思哦。我们买了一些符，这些是求平安啊、求健康、求财运的，送给人家。这边也是有这个桥可以走。OK， 累了可以收工了。我们来这边的目的就是要买那个符回去拍一下，然后我们就要去下一站了。因为这边也是四点关了，现在也是四点了。现在我们去一个深圳的地方，等下你们就知道。这个车程一个钟半，上两个礼拜，七月、六月的最后两个礼拜啊，我们看了很多 RWB 嘛。所以今天七月的第一个礼拜，我特地飞来 Tokyo 这边看 RWB 的 HQ， 去广州这边看 RWB。我们首先来看这边有一辆993 RWB， 这辆不知道是哪开上的还是谁的啦。So， 这里有辆老奔驰，这边997，我们看哪该算自己做的997啊，在他自己的地方做的997有什么不一样？哇，看这个 ，Roll Cage， 特地飞来这边给你们看 RWB HQ 长什么样子，连他的 van 都有这个 RWB 的 logo。997啊，这边有辆997。997 RWB， 为什么这 RWB 哦是左边的，它的 left hand drive 咯。不知道可不可以进去啊？
就是要有没有机会进去看一下。这个地方是没有开的，如果你们要来这边的话是要碰运气啦，看他有没有人在这里，有人在这里就会开门给你。所以没有办法啦，没有人开门，我们贴一贴这个 sticker 就到此一游了。所以我们按多一次门铃看有没有人出来开门，没有的话就走了咯，没有缘分。我们已经看了他两个礼拜了啊，想要讲就是反正都来东京了嘛，经过一下就特地驾车来这边看一下哦。Take a strike 到此一游，想连这边那种可以没有，会给他骂没有，我们再连多一个啊。萨瓦迪卡，那我们的 sticker Legas Drive 的 sticker 到此一游。这边旁边啊，它的厂旁边也有很多 bumper， 保时捷的 bumper 它切下来的全部在这里，看得出是什么车吗？他喝的可乐。我看到纳开山他现在应该是在意大利，所以不在日本啊，所以他的助手啊他的工人全部应该也不在店里面吧，没有缘分，不用紧，下次我们再来，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看一下。我们租了这个车大概三天啊，今天我们就还车了，换车了，我们要还的钱是大概一个人1500块，一个人一辆车1500块啊，所以现在跟明天我们都没有车了，要回去搭车的生活了。现在晚上7:30要去吃东西先。还有啊，他们讲啊，这边驾车啊最贵就是给拖跟打油，所以我们驾了这几天啊，打一桶油大概是5000日圆左右，5000日圆就是我们的150块左右啦。我们只是给拖啊，给了差不多600多块，只是拖吧，600多块马币啊，是20000日圆左右啦。所以给拖跟打油是最贵的了，我觉得。我们打油都打了3桶好吗？3桶那边就15000日圆，15000日圆就是500块。打油给拖还贵过那个租那个车。点啊？仲有咩节目啊？饮啦，继续饮啦，最后一日咗。喝醉无归。点啊？最屘一晚仲有咩节目啊？咩最屘一晚？最屘一晚都好夜先上机嘅。点啊？最屘一晚冇可以唔可以出嚟玩咗嘛？之前谂到好似好短啦，其实都够嘅，啱啱好噶啦，唔系讲埋啲嘢啦，都舒服。真系 OK 嘅，慢慢坐先瞓觉，最紧要高兴。没有车，一班冇车的青年，唉，吃饱饭要走回去啊，没有车驾了啦，现在要走路了啊，应该走到回去又饿了，要冇搞个三国无双？喂，大佬，呢个真北斗无双嚟噶，你睇下，真北斗无双嚟。同同嗰個三國無雙冇分冇咩冇關聯，有分別啦。有冇關聯？個主角係呢、這個你唔知係邊個啊？呢、這個唔知道。呢、這個你都唔知道啊？權四郎啊，嗰邊男人歷史嘅權四郎啊，唔得啊！你哋一啲都唔 man， 得唔得？你聽埋我呢度講嘅。除咗漫畫咧，有冇動畫嘅？冇，呢個冇動畫，動畫冇睇。漫畫我唔睇啊。睇動畫。你係咪飲酒嚟？你好紅。我看过一个 video 啦，他们讲你火车站会找到这种店哦，它很快的，你一按钮立刻有东西吃，然后你5分钟里面可以吃完，就可以上火车了，很便宜哦，一碗面500日圆，那很快，你看很快，很快收脚了。跳节目，一班车嘅时间食一碗面。阿超线啊，你等佢存咗之后，我即刻揿，咁啊一班车咯。你系咪真嘅？3分钟5分钟。一碗面咯，出嚟坐车。你啊喂，你有冇食过500日圆饼？食过啦，10日圆饼1500日圆啊嘛，够嚟噶，加油客啫都系。但系上次我食嗰个中国时头啊。我终于回到来啦，现在10点。回去睡觉很累哦，不然这么驾车比去外面搭车更累，自驾游这么样累啊。那是韩国街来的，全部都是韩国店，然后很多韩国妹，很多韩国佬。今天我最后一天要去练一次膊，摆晒啲身价。真的是有了。Thank you.
咩嚟噶？咩嘢？